那我们有时候在研究在海上探索的时候呢，其实有时候就像在海底在拆礼物一样，对吧？你可能发现很多的你之前没有见到的生物，它不断地刷新了我们的认知。彩色的我是小丑鱼，摇摆的我是章鱼，喳喳喳我是螃蟹，软软的我是水母，看我的剑呀，我是大白鲨。随着我们这国家的这科学号这服役呢，我们可以真正的开始了这个深海探索的梦想。那么这个科学号呢，它有一个神器，我们就发现号 ROV 就是个什么呢，这无人游览的一个深潜器。好好甲板，你先甲板，对，好好好。有一次我们在1200米的海底发现这海底躺着一个小东西，然后呢它一会儿见我们这光线一打，可能感光，然后它就开始浮起来了，就是这三只耳朵这么一种八代烧的一类一样的生物，然后从这飘起来了，我们就赶紧喊抓住它抓住它，快就来不及照相了，然后赶紧操控这仪器把它吸进来。好，那时候吸进来大家一块跳起来了。我们那个操控机器人的一个非常这个资深的一个驾驶员，他已经做了差不多10年，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，所以那个时候那是最开心的时候，就像可以去淘宝一样，淘到了你自己从来没见过的这宝贝。